学生们自己想的。当时因为一想到是冬天嘛，比较冷，所以说想的是怎么样才能够温暖的度过一个运动会。他们就想了能不能穿薄棉袄，然后想的话大家都要重新买，那就不合算，所以说又想起了用被子。他想的是以一种很可爱的猪儿虫形式展现出来。结果呢，练的时候由于时间关系，上课又比较紧张，没有太多时间练，只弄了一半，然后就展现出来了。现场都已经一片哗然嘛，都开心的笑了嘛。